微博揾公开，梁烈维话有苦衷。去年九月，梁烈维因为上载咗自镜照片到微博，而被高登网友封为富皮王，更加因为串嘴反击而成为网民公敌。另外，亦都有指佢因为得罪咗唔少监制，而搞到舞剧拍收入大减啊！日前，维维就喺微博留言拗捞，佢坦言整个八月都有时间，因为唔想停落嚟，所以呼吁朋友，若然有工作介绍嘅话，就联络佢啦。维维讲到咁，就有唔少人关心佢财务上面系咪出现问题啦。维维究竟系咪真系讲到咁唔掂啊？多啊，成个八月都冇嘢。本来有啲工作嘅，咁跟住就褪咗啲时间，咁我就唔想嘥咗啲时间啊嘛。有时间就有个节目咯，未成事就费事讲。公司节目。出面嘅，出面有个节目，系啊，综艺嗰啲嚟。系啊。咁就即係就覺得，既然有期係啦，咁啊梗係睇下有冇其他嘢可以攝咗個時間就唔好嘥咗啦。即係揾錢係非常緊要首要嘅目標啊！呢個奶粉錢係首要。唔係奶粉錢就即係都要揾嘅，都要啦，穩定啦。不過因為爹哋媽咪又開始年紀大啦，咁其實我媽咪不嬲都有一個心愿啊，愿望。咁啊，细个嘅时候屋企都有，即系有自己物业嘅。咁啊，因为经济唔好啊，各样啦，好多问题啦。咁跟住个物业就冇咗啦。咁阿妈就成日都同我讲就话啊，佢个愿望就系如果可以有翻一间属于自己嘅屋，咁佢就会冇咁担心我哋咯，即系。